我们今天上科技园区或者是示范区邮差直播的面积较大，由于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秸秆较多，影响了邮差直播。今年先农集聚创新引擎打孔机在全县推广使用，并帮助我们农联系了秸秆收割渠道。此举不仅解决了秸秆区的问题，还能实现资源再利用，帮助我们农民增收。以前打孔靠人工，效率低，成本高，现在推机械化打孔，打孔机自动引绳，自动拾取稻草，自动打孔，自动切绳，大大节约了人力，提高了效率。同时我们购买打孔机还能享受农机补贴，所以我们农户都愿意购买。我们都相信农业机械化继续更高，为我们创造更大的财富。